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？ 对一些陌生的场景感到熟悉， 感觉曾经来过那个地方， 但却答不出来那是什么。 这些模糊的印象， 是残留在脑海前世的记忆， 还是一段被遗忘的秘密？ 这些支离破碎的记忆就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， 时而就像厉鬼阴魂不散， 不停地纠缠着我。 觉得非常熟悉，但又想不起来，这段记忆似乎被刻意封存了起来。 是的，他们已经被宣告死亡了。
神台的后面好像有东西跌下了。